this.哎，这个黄瓜种的已经快要死了。前几天温度去到39度，在这里面2天时间，忘没有浇水。现在试一下用红蓝光带 UV 的，看看长得会跟普通的这种白光的比会不会有差别。现在。夏天的时候，水培的这个黄瓜苗和这个番茄苗会好一些。去年在冬天的时候，我们培植了番茄，明显感觉就是冬天的时候长得很快，然后一下子就长了很多，结了很多果。这个是辣椒，水培的，长得不高，但是。开很多花，这是去年到现在一直在开花结果。我们用的也是这种纯白光的日光灯管、植物灯管，但是蜡度的话就没有这种带红光、深红和那种 UV 更辣，这种明显会感觉到更辣一些。这种辣椒经过这种光度照射以后，比普通的市场上的更辣一些。这个是黄瓜苗，天气太热了，基本上属于快要死的状况。